嗨，大家好，嚟到呢个嘅八文楼佐敦呢边，好鬼惊呢啲铺，呢啲号码咧又呢度又咩号，几多 shop 呢个号，哇，搵到我死嘅真系。呢间前面呢、這个，总之 MW 呢个嘅 workshop 就卖咗间噶啦，注册15980万，1598万啦，就讲紧实用面积就大概系760尺咁啦。咁啊，讲紧文英街呢、這个26至48号文辉大厦地下18号铺，但系呢度又写住系 shop 32。shop 32大有18号铺，唉，有时候呢边有嗰边，有时候文英街，好鬼 confusing 啊！呢度我成日都惊买错铺睇咗铺。anyway 就系呢间嘅 MW 嘅 workshop， 咁啊诶，应间铺先，另呢个位，而家就讲紧系2021年嘅11月11日呢个星期四4:31晏昼啊，咁就讲住宅成交咗坚噶啦，15980万啊，原本业主2013年嘅时候仲1980万，折让喎，折让喎，难搞啲，楼龄55年，望望楼上。因為前排嘅時候咧，你記住喺2013年嘅時候咧，5月份咧就講緊係高鐵啊，嗰陣時炒高鐵概念啊。但係你知啦，香港都係所有啲基建一落成都冇咩料到噶啦。咁樣咁啊跌咗落嚟，所以而家佐敦文衞即係文英街啊、文苑街啊、咩百文樓呢頭嘅時候咧，嗰陣時好多高位接貨，而家抌翻出嚟都蝕嘅，有少少蝕嘅。咁呢邊就講緊係啊呢個嗰邊即係高鐵嘅方向啦，向翻嗰邊咧就渡船街啦，佐敦嗰邊啦，佐敦啊尖沙咀嗰頭啦。咁就係講緊係呢一間嘅 MW Workshop 蝕陽，我真係慘啊！咁啊，到基本資料嘅時候咧，就係簽約日期就呢幾日嘅事嚟嘅啫。咁我睇翻都係EPRC 啊，咁啊11月1号簽約嘅啫。咁就過呢度咯，冇計咯。實用面積760尺，咁啊門寬大件嘅，樓齡就55年啊。門寬大件，門寬睇落嘅時候，我諗大概15尺到啦，15尺門面，16尺門面啦。咁啊就投資啊，全部你睇到噶啦。咁就冇計啦，就呢個位蝕陽啊！汽車維修租金係25000蚊。回報1.8厘，你諗下25000蚊租金，咪1.8厘，1598萬，其實都難買噶啦。咁呢次回報好低，呢一橛咧就基本上都比較死位啲嚟嘅。前排嗰陣時咧，點解吹水大吹水咧？就嗰度咧有個樓梯落嚟高鐵，咁好多人流嘅，穿過呢度走去佐敦，但係你真係冇人嘅，而家高鐵都封埋。咁啊，同埋啲鋪咧一黐過去嗰個文昌街，越黐過去文昌街越死。嗰度有條樓梯原本駁過去高鐵，但係冇呢度啦。咁啊，就總之呢個位咯。咁啊，呢邊就去翻嗰邊啦。啊，過咗文成街呢邊咧，基本上比較弱啲。黐翻呢個嘅渡船街就會比較好啲。咁呢間鋪頭睇真啲嘅時候，1500多萬 OK 啦。呢數回報低啲 OK， 我明冇計啦。要等我呢數回報上翻去咯，因為呢度重災區好多拉曬閘。五分位咧，我唔覺得貴，我唔覺得平。咁我覺得一個五分位咧，一個市值咧。咁啊，個希望有翻翻嚟嘅時候咧，咁有動力再上翻啦。但係呢個大大件。做車房啦，車房永遠需求嘅。網上你整唔到車，上唔到18樓整車。好，各位買家，但係想買間旺啲嘅鋪嘅時候咧，我哋元朗咧有間鋪好正啊，2100万一號價，劈落嚟噶啦，唔減價，唔講價噶啦，會沽啦，會走啦，會走。今年我哋已經走咗12間鋪，呢間咪第13間鋪走啦。各位買家，錄咗條好靚嘅片喺元朗嘅時候，你睇下進賢坊有間麵包鋪，做咗好多年啊，睇嗰間鋪啦。元朗骏贤坊18号权益大厦地下9号铺及阁楼，建筑面积约780平方尺，阁楼约620平方尺，铺阔约11.5尺，铺深约50尺，设有来去水、洗手间及3上100A 电力等配套。物业距离元朗朗平港铁站只需1分钟步程，铺位位处通往港铁站天桥出口，人流往返非常频繁。物业位处的元朗骏贤坊是区内民生市集及消费热点，为附近多个屋邨及屋苑提供生活所需。各类民生店铺及食店随处可见，应有尽有，令当区居民生活不假外求。铺位附近有多个新屋苑相继落成及入伙，例如由嘉华国际集团、信和置业及港铁共同发展的朗平八号，以及华茂集团的朗盛汇。屋苑落成，令大量中产家庭进驻，区内人口及消费力亦大幅提升。与此同时，骏贤坊附近各个屋苑基座都不设商场，令区内的地铺直接受惠。相信骏贤坊地铺的租务需求亦都会与日俱增。根据规划署的2014年工业用地检讨报告，朗平站附近的元朗东头工业区近7公顷用地将会用作商贸发展。其中於企業街的進街廣場，業主已新建為9層高商廈，涉及總樓面近17萬平方尺。另外，於宏業西街和康業街的交界用地已由順治投得，將發展成樓面近50萬尺的甲級商廈。預期舊元朗工業區將進一步轉型，
未来将为当区商铺引入高消费客户群，有望拉高商铺租值。物业租客为传统面包店，扎根当区多年，生意稳健，为收租首选。而受惠旧区转型及人口增长，相信未来租值更可提高一线。铺位现年租约出售，原叫价2800万，现以2100万放售。盛汇三大保证买铺计划：保租值、保租客、保租金。欢迎联络我们。